同学们，现在上课了啊！这个字念深，懂吗？深浅的深，这是什么旁？三点水旁，上面是一个洞，下面是一个木。当木头进到洞里的时候，就会出水，所以这叫做深浅的深。当它越深的时候，这个水的含量会越大；当它越浅的时候，水的含量会越少。谢谢。